啊，Let's Boy 不在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游戏，如果他打游然后戏，我是蛮喜欢他那个推穿他的他过蛮去，没在打游然后去戏。演示这样。林娜我雷看，考啦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先搞个皮肤，我搞个皮肤给他吧，就是你们这样多少钱？十不是二，我十已经二，是十二，十二，然后九，这样这多样，少？这样二抽完三是十，33左右啊，三十三十三，几啊。三十三。啊，你们要记得按关掉那个就好了，续费关掉。哦，对啊。33块，我看一下啊，33块，我看我们皮肤。直接转账过去就好了，你要买皮肤过去。哦，对了，人家说我店不喜欢那个皮肤，人家。然后峰哥他没啊，峰哥，啊，我跟你说啦，你就那个啦，直接葛个蝴蝶刀，哥你妈了哥，那直不接能出，葛个蝴蝶刀过去，然后我们可以玩好多好几个月。那你们要把那个付钱的截图，Let's Boy 回我了。哎，关自动续费要怎么关掉？我们等下再看呢。还有什么他说自可以随动时续可以费？关掉啊。哦，好。好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想办法开通你的会员啊，把你下面开通了。还可以这先样把排哦。位关掉，先把班不回我了。哦。主还播可以刚刚这说样，要开通你的屁眼，峰哥。这么牛逼，操！对，我懒得他等。说他忍不住了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他已经再也没办法忍住了。牛逼啊！鱼应该跟我们有分差吧？鱼没有啊，我可能也 B 还 A 而已。鱼好像第二季，他现在这一季才刚刚开始打吧，分数还没上去，那、啊、你上一季多少2400？S 哦。啊，哇，牛逼！我操！但他那个 S 再上去还有很多，就几星几星。你才一星的耶，上一季，对啊，那、啊、上去不是还有50星以上吗？对啊，就大概打到3000分吧，50星是三啥千小？分牛皮！哦，好猛哦！这些人是都不用，每天都是打完美世界。对啊，还是扫最高码。光是哦，要扫码的，要集体扫码就对，来。我先用给他看。激活黑名单哦！我一激活就先加你们三个。所以他现在一除职就直接变绿色账户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，就普通账户，绿色账户好像也是一样要经过认证，好，我们已经认，我们不是已经实名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在就那是个？要打。